早上的时候其实这边是全部都空白的，现在已经写满东西了。库洛魔法石合作，所罗门兽神拜托，史莱姆合作，好出正塔了，最好是啊，出正塔不错啊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にち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现在呢，我已经 check in 了，然后要去入住。对，那因为明天活动非常的早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在我活动场地的附近，然后住宿。那早上一大早呢，就不用这么辛苦奔波劳苦，头发又乱掉，因为现在天气很热。哇哦，各位，来看看这个房间。还有瑜伽垫，真是设想周到哎，非常非常亮，然后跟豪华的厕所，脏。为什么就是已经进来饭店的时候才拍呢？因为其实现在非常的晚，然后我是把家里都打理好之后才就是住过来，因为我反正睡觉的时间没有那么早，然后我要拼的就是早上九点之前，因为我们九点开始彩排，一整天，然后到晚上九点活动，总共12个小时。那其实我的睡眠时间现在就是大概会落在凌晨3-4点，然后一直到大概早上9点-10点之间。对，这个时间很尴尬，如果我从我家出发的话就要变非常早，等于我没有什么睡眠时间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康妮的玉体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啦，所以呢，我要在这边租一间房间比较近，这一间叫做欧华酒店，据说好像是4星级5星的吧，蛮不错的，但是我没有住过，我本来想说要住圆山的，但觉得还是这里比较近，所以还是选这边了。晚上就是要好好专心看稿，因为明天一整天有主持加活动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先来准备一下明天的衣服啦。讲讲，好，我们来烫衣服吧。你看，我真的是还自己带熨斗吗？哇，这烫好一定就是仙气十足。讲讲完成，耶、yeah!需要准备的事情非常多，然后我等一下还要就是把我的指甲油就是重新涂上，对，这样子明天出场才会漂漂亮亮的。江江，哇，天哪，久违的 Animal Planet， 非常非常久没有看电视了。现在要来擦指甲油，可是其实我主要还是以透明的为主啦，是要让手指头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就带了这些。锵锵完成，然后呢，我把我的脚顺便也涂了，手指甲、脚指甲，通通都擦指甲油了。那接下来就要专心的来看我的主持稿，然后明天早上起床弄一弄的话，吃早餐，然后就出发去会场了。计划通，匆匆忙忙，然后已经来到会场的现场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们是整个在室外是吗？我还幻想会有冷气。我的天哪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好，全程在室外吧，我想。对，我们要先去彩排了。我们有保姆车。哇！你这个先上去，然后你东西放好后，你们两个一起来。这边太阳有点大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就是因为被晒，所以我坐到这一层。哇哦！好，主持人麦克风测试，1、2、3。活动很精彩，敬请期待。好，康妮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身为今天主持人，我要多多了解康妮。请问一下，康妮，你今天从哪里过来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。哪里？不敢置信 ，unbelievable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我昨天呢，就不是睡在那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所有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到 X Club Park 2022 in Taiwan 的活动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
的主持人康妮，好久不见啦，各位。对，那我们会有四位队长，分别是谁呢？依晨、抱抱、龙还有敏学会带领四位 VIP 玩家。哦，好可爱哦！350块满额，还会直接让你用这个大袋子把你买的东西背回家。对啊。我们又来做到这个我们的
个位置上面。开启这样直播或上最新影片呢，才会收到通知，好不好？当然也要到我们的脸书、赞赞粉丝团按赞追踪消息，才不会漏接。那非常感谢线上的朋友的收看喽，那先跟你们说拜拜啦，拜拜！跟摄影大哥挥挥手，耶！三二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康也会再发群组给你，谢谢。我从最后登录打就可以了。开心。一二三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比较狼狈一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一二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哦，以后报新闻再快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一二三，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希望你这一期可以抽单胜利，期待范徐伦啊，加油，要范徐伦吗？哇，今天真的是一整天，然后现在就还在爆汗，我的那个造型呢，有跟没有就其实一样了，怎么加玉米须啊？现在应该什么都没了吧？就是一头乱发。对，然后非常开心，这么久之后终于有这个实体活动了，然后今天圆满的 ending， 我们期待就是更美好的未来，然后更多的活动。那如果你喜欢康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呢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小铃铛开启，这样直播后上最新影片就能收到通知。然后也要到我的脸书罗康的8855了，帮我按赞追踪，消息才不会漏接。那我们之后活动再见啦，拜拜。